大家都知道花花吃饭的时候总是被抢，但是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又抢又抢别人的，哎，又抢过来的，真的欺负人的。再捡一根，搞不好又抢，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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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抢又抢，又被抢了。人的剥皮刚剥好，他又来抢。再捡一根，你看干了，慢慢吃。又是刚剥好，又被拿走了。花花成了一个专门剥笋皮的小助手。再拿一根，又是刚剥完被二狗抢了。哟，没有一根吃到了。二狗就一直盯着花花。也盯着银子，盯着了。又还又抢走了。还是没有吃到。花花心想，我离远点吃总行了吧？换位置了是吧？换位置，换位置。这还没走两步，打包的也被抢了。好在花花脾气好，这要再被抢，估计花花又要 emo 了。打包的也被拿走。又捡了一根，坐远点吃。二狗终于不来了。